强子，我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呀？这就到我家了。那个阿姨好不好说话呀？到时候我万一说错话了，她会不会生气啊？淘淘，你放心吧，我妈不会生气的。我妈，她可能脾气有点怪，不过她人心善良，你见了她就知道了。脾气怪，那我说话是不是更得注意一点啊？反正她说什么你听她的就行了。快进去吧，走吧。好吧。妈，淘淘，快进来。妈。儿子回来了，这就是淘淘吧？是啊，这是淘淘给你买的东西。哎，坐坐坐。阿姨好。哎，好，这来就来了，快拿什么礼物呀？阿姨，看你这话说的，这第一次来你们家，怎么能空着手来呢？哎呀，淘淘，你太客气了。强子，你看淘淘这姑娘多好呀。是吧，妈？我就说吧，淘淘特别好，她不但人好，而且长得还漂亮呢。是呀。哎，儿子，这你们两个也正式交往了，咱家的条件你跟淘淘说了吗？这人家第一次来咱们家，说什么条件呀？你看看你，这淘淘以后你们两个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，这个条件他早晚要知道的。妈，你就别说了。阿姨，你们家有什么条件啊？强子怎么支支吾吾的？哎，淘淘，你在这等着。阿姨，去给你拿。妈，你别拿了。强子，到底是什么条件啊？等我妈拿过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淘淘，给你看一下。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。哦，阿姨，这你已经把我和强子我们结婚的东西都给准备好了呀。没想到你想的那么周到啊！不过阿姨，这东西也不用买那么好的，一般的就行了。我看这一个冰箱都要20000块钱呢。淘淘，你可能理解错了，我上面写的东西是让你买的。什么？让我买的？是呀，你看你们两个结婚，你是不是得陪送嫁妆？这些都是你买的。原来这些都是嫁妆。那也不是不可以。那阿姨，我买这些嫁妆，那你们这边给多少钱彩礼啊？彩礼？淘淘，这还给什么彩礼呀？你看看我给了你还得带回来，这正好你把这些东西买过来了作为嫁妆，这些省事。彩礼啊就不给了，你嫁过来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强子，阿姨，合着你们把我当冤大头呢是吧？姑娘，你看看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难听呀？什么冤大头呀？这东西买过来了也是你们两个用。强子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儿子，淘淘，我听我妈的话，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就同意吧。你想什么呢？你还让我同意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呀就是个妈宝男。我告诉你，这些清淡你爱找谁买找谁买，反正我是不会买的。淘淘，你别生气啊。淘淘，儿子，憨憨干嘛呀？你看看他还没进咱家的门呢，脾气就这么大，这以后还得了呀？妈，行了，我都感觉他第一次来咱们家你就给他清淡不合适，现在淘淘身体也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儿子，你不要理他，我跟你说，这好女孩啊多的是，咱再找一个。你说什么呢？儿子，淘淘，淘淘，淘淘，你等一下。你还追过来干什么？你别生气了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妈她就那样，你同意了不就行了？我同意。强子，合着你还真拿我当冤大头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家一分钱彩礼不拿，还让我陪送那么多嫁妆，关键是你妈还那个态度，你让我嫁过去，我嫁过去我图什么呀？淘淘，那你也不能当着我妈的面你就发脾气啊。我发脾气怎么了？那毕竟我妈是长辈呢。哼，长辈，我告诉你，那是你妈不是我妈，她先对我不尊重的，所以我才不尊重她。我告诉你，从此以后咱俩分手，以后再也没有关系，你也别来找我，
你那个金蛋爱找谁买找谁买，反正我是不会给你买的。哎，淘淘，淘淘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我妈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咱是来人家家相亲的，不是吵架的。相亲怎么了？我说他有错吗？妈，你还说自己没错呢？这两年来我一直在相亲，可是有谁能看上我？那是因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那个清单，每次都是还没给人家说两句话呢，你就把清单给拿过来了。我拿回去怎么了？儿子，我跟你说，这该成的呀，你怎么着他都能成；不该成的，你就拴在一起都成不了。都他家那姑娘我还看不上呢，咱那家庭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呀？这缘分也不到呢。你总觉得自己家条件好，可是那人家小姑娘为什么就不跟我在一起呢？妈，你说我相个亲，你凑什么热闹呀？每次都跟着我。儿子，你看你说的，你是我儿子，这我不跟着你来把把关吗？你还给我把关呢？你要是以后再跟着我，我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。我干瞎说什么呢？都以咱家的条件，我跟你说，这哪个姑娘不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不同意。别再说了，我告诉你，下次我在相亲的时候，你要是过来，我就不去了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你等等我，我不都是为你好吗？走，淘淘。淘淘。哦，原来是强子。淘淘，你抱的谁的孩子呀？他是谁呀？淘淘，你认识他们吗？算认识吧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前男友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就是那个你第一次去他们家就给你拿了一堆清单的一个空手套白狼，你们啊可真会想。小伙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说谁呢？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我们家的事儿没让你管呀。我不管你们家的事儿，现在淘淘已经跟我结婚了，他现在是我们家的人。你这么快就结婚了？我还单着呢。强子，我告诉你，就你妈这样的，你别说你现在单着，哪怕十年二十年，你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到对象的。你怎么说话的？当初是我们家没看上你，你现在说什么风凉话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儿子可好了，什么样的找不到啊。行了妈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行了，你们呀都别说了，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们呢，要不是因为你们呀，我还娶不到这么好的媳妇呢。送你一句话，做人做事啊要将心比心，吃相别太难看了。行了，嫂子，我们走。好。什么人呀？对了，还没告诉你们呢，当初我娶淘淘花了十万的彩礼，可是啊他又全部拿回来了，不仅如此还陪嫁了二十万的嫁妆呢，就连那辆车也是他们家买的。行了，坐吧走吧，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走。哼，不就二十万吗？谁稀罕呀？儿子，我们走。走走走，还不怪你，